咁好开心啊！今日咧喺善妹身边咧就揾你啊，Jason 陈柏宇喺度嘅，Jason 你好。Jason，咁啊，hey, 其实咧我知道你自己本身咧都系我哋多伦多人嚟噶嘛，咁咁亦都知道你将会嚟到我哋多伦多开 show，你感觉如何？<是>你系冇试过喺多伦多开 show 系咪啊？有冇试过？有我试过，<嗎>多年,多年前，好多年前嗰阵时都唔系出道咗好耐，可能三可能出道咗两三年啊，咁上下三四年。嗯 咁然之后就喺 Markham 嗰度，我唔记得咗个场系叫咩名，但我大概有印象个场噶，佢人地系点样样嘅。咁然之后就做可能一一 set 二十首歌嘅一场嘅 show 咯、oh.，好得好耐啦。即系嗰个嗰个、那个 show 个内容啊，或者唱咩歌啊嗰啲，我就完全唔记得。不过就啱啱出道嘅时候，其实反而系有翻过下嚟，诶、呃、做过一两次嘢咁咯。 嗯，咁你自己咧最挂住加拿大嘅系乜嘢啊？家人啦，屋企人系啊，家人啊，朋友啊咁咯。嗰、嗯、个生活方式我都挂住嘅，因为我本身自己就中意加拿大嗰种即系静止、好、就是、慢嘅、好超嘅感觉，冇乜高楼大厦嘅嗰个感觉。嗯，咁你今次过嚟即系翻嚟多伦多啦，咁当然除咗陪下屋企人之外咧，你会唔会话咧喺多伦多有一啲？ 嘢食咧，你一定会要食嘅。你有冇嗰啲噶？又冇乜，可能分 o cake 咯。哦，最想食可能系分 o cake 咯。以前细个嘅时候，成日喺喺 Wonderland 嗰度食。<的>我我记得我临走之前，其实街已经有分 o cake 呢样嘢食噶，即系已经唔系 exclusively 诶喺 Wonderland 里边先至可以食。咁但系就都系中意食甜嘢。因为啲嘢咧好多都执一粒啦。<laughs> 我真我即系我以前啲。啊 <laughs> <laughs> 不过唔紧我哋又多咗好多新嘢，咁你可能咧翻到嚟你又可以试下啦。而家加拿大有啲咩，即系多人多有啲咩诶特别，大家都会去食嘅新嘢。诶、呃，最近因为我哋系不停咁变嘅，咁再加埋咧，而家新马咧有好多啲 pop-up store 啦。最近咧，我见到有一个喺 downtown 有得食嘅咧，就系一个牛角包入边切咗软雪糕嘅。哦，哇，呢<是>好似几好<是> <laughs>，你可以考虑下，如果嚟到可以可以食下嗰样嘢，软、哦、雪糕。 系啊，狗咯咁样哦，热狗啊，热狗去担汤落担汤食热狗，冇得食噶。喺喺第啲地方，我我未食过。我以前会成日食嘅热狗咯。嗯，好多人嚟到就会除咗话落担汤食热狗，会去诶货仓店咯，诶、呃、Costco 咯，去食嗰只好超平热狗咯。嗰、哦哦那个就有少 IKEA feel 嘛。系啊系啊系啊，但系我觉得大只过 IKEA 嘅。大只过 IKEA。 佢好长噶嘛？我记得系咪？冇错，系啦系啦系啦长噶，仍然都系个半。系系系，包嘢饮。我諗谂佢平对我嚟讲唔系一个卖点咯，个卖点即系但系 Costco 一定要行嘅，<的>你冇嘢买你都可以去 Costco 行下，好好壮好壮观啊！成件事都。 冇错冇错，咁啊咁讲翻你嘅音乐啊。咁其实咧，我发觉你诶推出个音乐咧，嗰个种类都好多，好多唔同嘅风格。咁啊，再加上之前你仲同阿 Novel Fergus 去合作啦，即系、嗯、出<的>出一啲 rapper rap 啲嘅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hip hop 啲嘅音乐啦。咁我又想即系八卦下，<的>其实你自己咧最中意听嘅系咩音乐啊？其实你自己最中意嘅系咩音乐？我而家最中意听嘅系 J Rock 啊。 J rock J pop band J band sound 嘅嘢咯，因为咁啊日本就好多唔同类型嘅 band sound，我又觉得佢又唔系全部都跌入去 J rock 嗰个范围嘅，即系都好多都好 pop 嘅，咁但系佢哋嘅 pop 就有一种我好喜欢嘅嘅特别之处喺度咯，佢哋无论个 melody 个 style 或者编曲嘅 style 段落嗰啲 style 咧，我都我都好中意。 嗯嗯嗯，咁、嗯、讲起日本咧，就即系其实早排你就上咗日本呢个 channel 啦，The First Take 啦。咁其实嗰阵时你收到呢一个嘅 offer，话啊，我哋会邀请你上嚟唱歌啊。咁你嗰下个感觉系点啊？紧张<張>，紧张<張>。睇完嘢系，其实我我长期都紧张嘅。我一路即系到到今时今日都好啦。咁我每一次上台表演都系紧张居多嘅。 The first take 就係另一件事，因為第一又唔喺香港嗰度做啦，咁已經有一種即係唔同嘅感覺啦。第二，佢喺一個 recording studio 里邊做一個 one take first take 嘅 version 嘅話，就更加有個壓力喺度咯。因為你做你做即係譬如話我我假設你做電視咁樣，其實你唔好驚，因為啊我覺得唱得唔好咪唱多次咯。Um, 又或者做其他 live 嘅演出。 都好，咁你都好，即係你又會可以後期又好，又或者誒、嗯，你現場佢唔係一啲你感覺上好留底嘅嘢咧，咁你就冇冇冇咁擔心。咁但係喺 the first take 嗰度就唔係咯，就因為第一一 t 亦都係留底嘅，亦都個平台係大嘅。咁我想知咧，當時錄音嘅時候咧，多唔多人喺現場嘅？即係嗰種緊張嘅感覺，會唔會話你一開始唱之後就冇咗咁樣咧？ 理论上系会嘅，诶、呃，嗰、那个、那个地方系清一场嘅，嗯，唱、那个 recording 嘅地方系清一场。除咗一个负责 mon 住啲 video 嘅人之外，一个人就 mon 晒唔知六部机咁咯。咁但系除此之外就佢清一场嘅，所有所有里面嘅 crew 都清晒。诶、呃，唱紧嘅时候会唔会冇咁紧张？就一定会噶啦。 即係幾時都會，你你 focus shift 咗，即係有一半攞咗嚟唱歌啦嘛，已經咁。我想知道，如果你好緊張嘅時候，你會即係有冇啲咩方法令到你可以放鬆啲咁樣㗎？即係同喺演出冇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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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冇㗎。即係我我諗唯一一樣，因因因為我太你一定好在意知道自己幾時係 live，即係幾時係 on show，幾時係唔 on show。我就算點樣嘗試去模仿唔 on show。 嘅時候嗰個感覺都好啦，其實都係會知道自己係運錯。不過可以幫到手嘅就係，如果我唔好望出面咁多。嗯，rehearsal 嘅時候我唔會望出面噶嘛，直情唔會望添咯。一係望歌詞，即係個眼睛係會有個 focus 嘅。一係咧就、呃、直情冇 focus，然之後我行嚟行去望地下又好，望咩？我直唔知自己望緊咩嘅。有陣時會淨係 focus 咗落去自己唱歌、那个、那个嗰、那個 task 嗰度。

分享下你诶觉得做咗爸爸之后咧，你学识咗嘅嘢咧，有冇啲嘢你系特别学到咗嘅？我学识咗嘅嘢啊，即系 exclusively 系生个小朋友先至学识嘅。系啊系啊系啊，有冇啊？哦，系啊，唔唔唔系咁谂咯。我觉得你唔同阶段你需要嘅知识系唔同啊嘛，而过往嘅知识你 accumulate 咗落嚟嘅时候，系应用喺新嘅。 诶、呃，情况里边噶嘛，即系其实你好难遇到同一个 situation 两次，而你系好要谂住点样去解决个办法嘅，反而系、那个 experience 系唔同咗嘅咯，那个 lifestyle 系唔同咗嘅咯。即系如果你话好老土咁讲啊，生咗小朋友之后学咗可能要有啲多啲诶、uh, patience 咁样，系，<是>啊、又要有多啲 empathy 咁样，诶、呃，因为小朋友未识得 control 佢自己的 anger，又或者唔识得 control。 佢哋啲 emotions 好容易會，即係無論佢興奮又好，唔開心又好，咩都好啦，佢都會放到好大噶嘛，喺佢佢自己個世界裏面。咁究竟大人點樣可以 show 到俾佢睇點樣去合理地控制自己嘅 emotions 咁咯？咁但係係咯，所以所以冇啊，好好難 specifically 讲話啊，有一個 lesson learn 咗就係生咗小朋友先有嘅，而我應用咗喺周圍身上唔係唔係咁樣嘅。 嗯，咁你系咪咧？即系以前都又或者诶，可能差唔多年纪，你都系会向往有家庭生活啊，有小朋友咁样噶？系系，你一直都会上。我我细细个已经好中意小朋友，我几细个都好。我个印象都系我就系中意一啲细个我嘅小朋友。哦，系系系啊！我都同我阿妈个啲 friend 嘅女玩啊，个细 <laughs> 女,女玩。而家佢而家细女大咗咯，生咗小朋友自己都。 嗯，啲小朋友好中意你嘅 <laughs>，OK 㗎，o k 嘅，okay、<Okay. S 2> 我都氹到小朋友嘅，系啊，系，咁又即系讲翻你而家工作，其实都见你又又见得多咗啦，无论喺电视又好，诶、呃、一啲比赛嘅节目又好，咁样，咁其实会唔会好难去平衡屋企同埋你嘅工作啊？你冇嘢要平衡啊，其实冇得平衡，冇得平衡㗎，你自己平衡噶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你。 佢平衡嘅定义系我选择几时系工作，几时唔系工作啊嘛？又或者选择几时系家庭，几时唔系家庭？系啊<的>，我觉得样拣嘅，即系你只不过唯一可以选择嘅就系、是、两样嘢都系不可缺少嘅，唯一可以缺少嘅就系私人时间咯。嗯，咁所以就喺私人时间嗰度开刀咯。你整下整下咧，其实你就会开始慢慢即系，譬如话以前我成日都去专访房嘅，成日都去打波嘅，诶而家就少啲咯。 而家就少少好多啦，直情即係 gym 房我都係近呢幾日先至去翻，因為真係搞唔掂嗰個嗰新陳代謝真係嗰、那個嗰抵抗力差，成日 <laughs> 都唔喐唔做運動，哇！大佬咁个人就開始大啦，今年都四十歲啦，係咪先？我翻到嚟加拿大開演唱會嘅時候，其實已經過咗我四十岁歲生日啦。<是>所以真係一定要喐下，咁先至即係接翻啲時間出嚟，就係我嚟誒去做 gym，帶埋阿女去做，帶埋大女去做。嗯。 系咯，咁啊、嗯，唯一唯一系咁嘅就，我觉得冇得，其实冇冇话冇话点样去 balance 噶，佢佢 somehow 要 work it self out。嗯嗯嗯嗯，咁你头先讲起阿大女啦，咁啊见大女都有几岁，四岁系嘛？是四岁系差唔多五岁。系咯系咯，咁<月>你觉得佢似你多啲定系似太太多啲咧？嗯，都如果你话我样貌嘅话，就可能似我咯。 咁但係你話性格嘅話咧，就冇佢都幾獨立地係一個性格咯。嗯，即係始終啊哦，佢佢中意 silly 嗰啲嘢就係、是、就係、是、似我啦。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成日都會喺佢面前做鬼念，氹佢開心咁嘛。咁佢都成日做嘅，佢都成日 <laughs> 搞笑嘅，即係係咯有啲係啦咁啊呢呢樣就一定係似我噶啦。咁但係、呃、其他嘢都佢都好好獨立地係有自己嘅一個性格咯。 嗯，佢会唔会同你一样都系，因为你系出名比较健谈啲噶嘛？佢<是> <laughs> 会唔会都中意讲嘢噶？佢都中意讲嘢嘅，但系佢嗰个中意讲嘢就唔系以一个讨论嘅形式去讲嘢咯。系乱咁讲，佢唔听佢讲嘢咯，即系佢佢佢想要一啲嘢，想做一啲嘢嘅时候，诶、呃，佢就系度表达咯。哦，咁好紧要啊！好难同佢讨论嘅，討論的哦、的因为佢永都觉得自己系啱。咁 <laughs> <laughs> 女仔多数都系咁嘅，无论咩年纪都。 系咪所以我有阵时都话俾佢听佢错啊。咁啊，另外咧，我亦都睇到有啲访问咧，就称你为系诶、呃、佛系歌手，又或者佛系嘅音乐人。你自己点样睇呢一个称呼啊？冇乜冇乜睇法。冇乜睇法。你觉唔觉得自己好佛系？好佛系啊，都少少噶。都少少系嘛？即系 <laughs>、就是、因为我又冇乜冇乜野心，又冇乜长远嘅计划咁样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好。 focus at 一個 single task at hand，而嗰個 single task 又唔係即喺觀眾嘅眼中佢唔會變成一個性格嘅嘢咯，即、mm hmm. 我 focus 落去嘅永遠都係、um, live 演出嘅感覺同埋而家啦，就係、是、做歌嘅方向啫嘛。咁但係嗰啲其實你讲極都有個譜啦，係咪先？ 即係我哋，你見到我平時喺電視機度見到我又好，或者我自己 YouTube channel 都好，其實都好多時候都係講生活上面其他嘅嘢，因為即係嗰個亦都係個重點啊嘛。即係喺我嘅生命裏面，唔係淨係得工作。咁我唔記得咗個問題係咩嚟？哦，冇 <laughs>、哦，即係你係咪發係咯？<laughs> 哦，係喎，係喎。係啊，係喺工作上面係咯。 成日啲觀眾都會覺得啊，做歌手嘅一定係即係所有嘢都你係聽好多歌啊，有好多時候唱歌啊，有好多時候都要即係同音樂有關啊，啊錄音啊，係咁嘅。其實我嘅我嘅生活除咗唱歌嘅工作之外，其實好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做緊其他嘅嘢咯。咁而我亦唔會即係、就是、分分秒秒都喺即係分分享自己嘅嘢嘅時候就啊，而家錄音啦，而家成日我公司可能會分享嘅咁，但係我自己就唔會咯。嗯 我都好少玩 social media 啦，其实都有嘅，你 I G 都有，怎住都仲有 update 下嘅，都有见过下你你阿女啊。你嘅话唔使我自己 update 嘅，系啦，我同我女嗰啲一定系我 update 嘅。系咯系咯，你自己见你开 live 啊，食早餐啊，嗰啲都仲有。系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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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少咯，冇以前咁多咯，以前日日都铺嘢啊嘛，而家冇。Uh 咁你誒、呃、見你咧都有做一啲譬如歌唱比賽嘅誒、呃、評判啊咁樣啦，其實你覺得參加歌唱比賽咧、嗯、最緊要可以即係誒、呃、突圍而出嘅係會係啲乜嘢條件？唱得好咯，除咗唱得好咧，咁、那個個都覺得自己唱得好啊、嗯。唔係你咁，你覺得自己唱得好同埋你自己係咪唱得好係兩件事嚟噶嘛？即係解？判係專業？ 人士咧，即係點解評判應該有專業嘅唱歌 background，而唔係誒佢嘅 background 唔係純粹嚟自佢本身係做幕前嘅咁樣。即我假設，我假設如果要揾一個節目主持人咁樣去做評判，因為佢有名氣嘅話，佢有呢一行嘅經驗話，你話其實同唱歌係完全冇關係嘅。咁我我覺得今時今日嘅唱歌。 比賽嘅方向就係去咗喺咩情況底下你可以突圍而出，即、就是、所有嘢都係唱歌周邊嘅嘢咯。嗯，你忘記咗唱歌比賽本身就係一個唱係關於唱歌嘅比賽，而唱歌唱得好唔好聽，除咗個人嘅喜好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評判同埋觀眾嘅個人喜好之外，其實係有基本功喺裏面嘅嘛。 即任何人话俾你听，唱歌系同基本功冇关，基本功唔系最重要嗰样嘢，最重要系表现嗰样嘢嘅话咧，就一定系错噶啦。OK，呢个系因为佢自己本身都唔知道唱功其实系一样乜嘢嘅事咁解嘅啫。咁所以对我嚟讲，唱功一定系最紧要嘅。咁当然啦，如果你咁多个歌手或者参赛者都有基本甚至乎系诶好嘅诶、呃、唱歌技巧嘅水平嘅时候，咁就开始可以讲个人特色啦。 咁個人特色其實冇㗎，冇得突圍而出。其實好多時候講運氣嘅。嗯。你一揀一首又好聽又冇乜人聽過嘅歌，同埋內外係要配合咯。譬如話，你外表俾人嘅 persona 係乜嘢，其實你應該唱翻嗰類型嘅歌，咁令到人哋喺睇你表演呢首歌嘅時候就會有多個。 连贯嘅感覺咯，即係有個呢首歌係屬於你唱嘅感覺咯。如果你個外表或者你嘅性格同你唱嘅歌曲係有好大的對比嘅時候咧，咁就有陣時會有一種分離咯。所以總之第一件事練好唱功先啦，咁 <laughs> 練好啲先啦。咁啊，不如講翻今次啦，《The Fight g o s On》啊，咁係呢個 World Tour 啦。咁你嚟到多倫多咧，會唔會帶啲特別啲嘢俾我哋多倫多嘅觀眾啊？例如咧？唔知啊，跳誒、呃、跳舞。<laughs> 唔会咯，我唔会跳舞，就算连香港我都唔会跳舞，都唔应该系我做。有有冇得诶现场观众点唱，又或者上嚟同你一齐唱？上嚟同我一齐唱好啊，合唱压力，系啊，冇咁大压力噶，即系通常一日一人合唱候，我好中意同人合唱嘅，其实系咩？啊，因为同人合唱系系诶少好多紧张啊，咁但系。 我谂就唔可以求其点个观众，如果唱得好难，<laughs> 又影响我, <laughs> <laughs> 我。我我哋我哋叫主办单位拣定啲唱得嘅，同你一齐唱 <laughs> 都可以噶。screen screen 先啦、啊，睇下系咪真系唱得先啦。系啊，<laughs> 啊我咁得个人翻嚟，其实已经好好噶啦。即系即系喺咁咁多年冇翻嚟嘅情况底下，其实我我好期待翻嚟唱系唱俾好多都系朋友听咯。因因为好多朋友其实系未听过我唱歌嘅。 啊！我加拿未听未睇过我做操嘅，尤其是加拿大嘅朋友。点解会咁样噶？你你喺呢度即系读书嗰阵时候，你唔系点即系出去唱歌啊？我自己嘅唱歌嘅嘅 group 噶<是>，我假设啦系嘅 group 啦。咁但系真系唱嘅，我都系同一两个 friend 唱噶咋。 即系唔系周圍唱，周圍同人唱咁，同埋二十年前同埋今時今日又唔同啦。我感觉咁有好多中學嘅同學唔計唱歌，佢哋未見過我做 show 啊，佢哋未見過我以陳柏宇嘅身份喺台上面表演咁所以呢個我係呢、啊、個我自己都好期待。嗯，有冇計劃下一站去邊啊？會唔會去温哥華啊？我見咧你 IG 有好多 fans 都話，可唔可以去一下其他城市啊？嚟下温哥華咁啊？ 我谂会噶，诶、呃、诶，系咪温哥华就唔知啦，咁但系会唔会其他<的>城市就一定会啦，咁啊系咪加拿大嘅城市就唔唔知啦，咁、嗯、但系会继续做咯，系咯，咁咪希望做到几多地方咪做几多地方咯。嗯，咁你嚟年咧，诶、呃、又讲翻你自己工作计划啊，虽然你话你唔系太计划啫，咁 <laughs> 我谂<的>即系有冇啲咩计划可以透露下？即系譬如嚟紧，唔知你会唔会拍下戏啊、拍下剧啊嗰啲噶？诶唔、呃、会，唔会<唉>会唔会出？唔系 <laughs>，sorry，暂时都冇呢个计划、啊。Oh, <okay. 笑> 咁啊，系唔好讲唔会系啦<的>，暂 <laughs> 时冇呢个计划。诶<的>，剧、呃、就客串咯，我帮帮一个即系、就是、之前拍过剧嘅导演，就、呃、系一齐客串。其实我都我都话诶、呃，本身拍我就唔系话超级大兴趣嘅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我我就中意唱多啲嘅。咁啊，但系因为我同嗰个导演以前一齐拍过嘢，咁佢问得我嘅话咧，我就一定会做咯。咁但系好好好啊，好好玩啊，其实即系虽则。 拍緊嘅時候，其實都都當時都唔知道，又唔知自己做咩，又唔知個要求應該擺喺邊咁樣。但係拍以外嘅時間就好過癮咯，因為同個小朋友一齊拍。哦，又可以玩啦，同 <laughs> 小朋友一齊玩。誒，佢、呃、大過啲噶啦，就唔會嗰 <Okay. S 2> 種打法 OK，OK，咁誒專輯咧嚟緊係咪籌備專輯？ 系应该专辑就系我哋计划系明年嘅年头推出嘅。咁而家其实一路都做紧歌啦。咁啊呢几呢个零两个礼拜，其实就一次我搞紧几首歌嘅诶旋律啊、编曲啊嗰啲咁嘅嘢。咁希望希望可以翻加拿大之前做少少 recording 先，即系录一啲嘢诶，然後之后就可以 based on 录咗嘅嘢，又去 fine tune arrangement 同埋 fine tune 歌词。 咁所以即系其实歌就一路都会出嘅，我我每一年主力嘅即系主打嘅嘅計划都一定系做音乐噶啦，或者演唱会咯。咁但系就今年好似誒、呃、演唱会诶即系香港做演唱会嘅几率系唔高嘅，因为毕竟今年唔係我今年年头因为已经做咗，同而家经走 t 系咯系咯系咯，又去咗英国啊咁样。 嗯，喂，咁又多口问句啊。咁你都好，即系好中意音乐啦，咁你有冇特别去培养你女女嗰、那个，即系譬如音乐嘅嗰方面嘅造诣啊？冇冇冇，有佢自由发挥，有佢自由发挥啦。但系即系因为点，你点都 influence 佢噶啦。其实因，因为爸爸唱歌噶嘛，咁所以佢一定会有睇爸爸唱歌啦。佢一定会有一一定嘅表演欲，但系个个呢个年纪嘅小朋友都有表演欲噶。<laughs> 因为每一个都一定有去学，一系跳舞，一系唱歌，一系弹琴，系系 <laughs> 一定咁制噶。诶、um,，所以有佢自己去发展噶啦。佢有兴趣，佢就系有兴趣想唱，又或者想跳嘅时候，跳我就帮佢唔到啦。跳佢都系一路出去学啦。咁但系即系如果想喺一个 elite level 去做嗰件事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proper training 嘅话，professional training 嘅话，咁就另一件事啦。佢大啲先再选啦。我宁愿佢打 o 尔 f 打打高。 我宁愿佢打歌方，因为我中意打歌方，我成日都想佢可以第日同我一齐去打。哦，佢知唔知你系即系歌手？佢知唔知你系即系出咗道？即系佢佢有冇嗰个概念啊？而家有嘅，即系佢知咩系歌手嘅。O <Okay>. K，但系我唔知道佢知唔知唔系歌手系一件事咯。因为因为佢嘅生活其实都系被佢爸爸系歌手而影响得好大噶嘛，嗯、即系佢佢好习惯。 人哋會認得佢啦，佢好習慣人哋會誒認得爸爸，同爸爸影相，同爸爸打招呼，聽爸爸唱歌咁樣。咁所以究竟即係喺佢嘅世界裏面，唔係歌手嘅人又係點嘅咧？我我我唔知佢有冇呢個諗法啦。OK，咁啊，希望咧嚟到多倫多又可以見面，咁亦都希望更加多人。啊、其實唔係啊，都冇得更加多人買飛，我知道已經賣晒。<laughs> 非常之厉害，<的>一出就已经嗰支即刻又卖晒，我仲仲加咗场添，系啊，而家做两场咯，二號,号、三号，系啊系啊，咁啊，我相信咧嚟到多伦多，我哋都仲有机会见面嘅，咁啊，我哋到时候可以倾两句啦，好啊，OK，好啦、啊，多谢你时间，啊、拜拜，拜,拜。